三年啊，从这个楼梯推上去啊，我们可以左边有一条楼梯，平常可以开车直接到楼梯那边啊，不用爬楼梯。第三年，它旁边哦是那个白石湖了哦，那边有一条那个桥梁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边是那个停车场，这个都免费的。就是如果你们假日来的话，要早点来，这个车子啊，这个游览车都会来。上面那个山路哦，那如果说去爬山的话，那个都有相通，它会从那个上面那个餐厅那个小路啊，会从那边都有相通，都不用怕迷路。它这个步这个车道的话，就好像环山一样，就是那绕一圈啊，就一个环状的那个路线。可以绕到那个对面的那个草莓园，这是那个内这个地方而已。这是他们那个餐厅那个喝咖啡的那个餐厅的景色。那边没几家，那个对面那个草莓园那边啊，那个比较多家，又有摊贩，都有，那比较热闹，那吃的那边比较热闹。可是那边哦，那个停车比较不好停，有那个民宿的哦，私人车位要停要100块，如果停在这边，走到对面去的话。这边用露营的比较漂亮。如果你要用那个拍照的话，你站的地方的话，拍起来哦，全景还没那个露营的漂亮。我今天特别露营，哇，这么漂亮！旁边那个没有，左边那个那就是草莓园。溪流，原来种草莓啊，硬体设备都是完善的。Thank you.
心思。
去除。那这个是草莓眼，它这样子的话会全部这样山路哦，它开车了，绕一圈。我们现在先到那个对面那边，那边也有个景点，它走出来，这边都是草莓。累了可以在这边坐着休息。正门是爬楼梯，那个左边这个车道可以被走上来，就不用爬楼梯。然后这边也有楼梯，可以走这边，比较平。还是走楼梯好了。Thank you.
生命能量。Thank you.
要来的话，